池上是花东纵谷的重要米乡，九成以上的农田种植稻米，一粒米紧紧黏住土地情感。因为我们池上是比较慢开花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南边有卑南溪的阻隔，北边有秀姑峦溪的阻隔，所以以前的人没有交通要过河到池上来开垦，他们都是不方便，也不想进到池上来，所以这样子没有被破坏掉。农家人离不开土地啦，所以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守护这块土地。我们看到这一片175公顷，没有住家，没有电线杆的环境，其实是很多有心的农民刻意保留下来。我们的美，其实很抱歉，真的是别人提醒我们的，因为你身处其中啊，我怎么会知道说都会区原来是看不到蓝天白云的？因为我们每天在这个环境都不觉得说这个有什么珍贵的了。2009年，台湾好基金会在池上稻田举办第一场秋收艺术节，开始种下艺术的秧苗，为土地浇灌不一样的养分。稻穗艺术节，当然早期来讲，真的是台湾好基金会帮池上大忙啊！哦，这些贵宾们其实真的营造出池上不同的风貌。整个池上的氛围就改变了，它是比较转性的，比较艺文的，我们感觉它文化底蕴是比较深远的。云门舞集那一次更让我觉得我真的是掉眼泪，他们的舞者一直不断的演练，然后都磨到破皮烫伤，可是他们还是缠着那个纱布继续为我们表演。我觉得什么是最美的，就是这一刻是最美的。第一年我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悠人神鼓，所有的观众都是在田埂上看表演的。我们先来看他们彩排，拿着电话对着我北京的经纪人吵架，为了工作的事情，就是那种哎呀怎么搞不定啊，很生气很生气啊。然后突然之间悠人神鼓就咚，然后那声下去的时候，我整个人就从很远的地方收回来。前两年有听过一个悠人神鼓了，一开始就已经感动到哭出来了。对啊，就因为那个他们打鼓节的力量，来他们的努力，这个土地跟这些稻子，这个环境，这个中央山脉融为一体的表演，觉得真的很感动了。那时候，田中央的音乐会悄悄改变了池上农民。他们找上推广古典音乐下乡的乐赏基金会，突发奇想推动稻子听音乐，艺文种子接二连三萌芽，音乐融入池上人的日常。我们就开始思考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让音乐跟稻米有什么样的一个结合，于是我们的灵感从这边开始，我们就在这个稻田的四周围就架设了音响，并且每一天呢就让它定时的播放。那这个稻子呢，从秧苗开始听，还在秧苗的时候慢慢的结穗到收成，那这样的一个收成的这个米，我们就叫做音乐米。哦，那像我们博朗大道相关那边会播那个古典音乐，火车站那边会播放古典音乐，大波池也会播放古典音乐，所以这个古典音乐一听起来就让人很舒服。听了那个古典音乐之后，对音乐的了解渐渐的会比较深入一点，这样子。从刚刚开始教你怎么去欣赏，到最后你自己主动去欣赏，其实就是融入你的生活。这个整个大自然的景观下面有这些音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那一种美好是完完全全的进入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台湾好基金会他也很希望说我们慈善在地的社团可以慢慢的把这个重责大任承接起来，所以说去年我们就成立了慈善文化艺术协会啊，就正式的要承担这部分的工作。池上农夫拿出比赛米的盈余筹办音乐会，他们从演出时间反推出舞台区和观众区的插秧时间、稻子品种，还为了表演提前收割，仿佛自己也参与了这一场天地之间的演出。很多的地方就是说，要办一个活动，你们办你的活动，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但是我们不是慈善乡的人，就共同来配合。大家都知道今天收到消息要割稻啊，要帮忙啊，大家都自己过来。秋收要帮忙割稻，要帮忙植叶、物资的补给等等之类，全乡呢动起来。秋收艺术节今年迈入第九个年头，凝聚了池上人的向心力，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节气。现在已经营造一个气氛了，就是听完秋收稻穗音乐节的这两天表演以后，农民才会正式开始割稻。自然有一些呼吸啊，律动是相同的。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个节奏，然后另外的吉他手也是做另外一个律动，钢琴也是说，所以我们三个是不一样，可是听起来很像一模一样哦，对不对？大自然就是这样，他们就是每个各自都有自己的律动。像昨天我就觉得唱歌，我就很奇妙，就是我在唱歌吗？我在表演吗？可是我已经在舞台，可是那种感觉像我其实不是在表演，然后我唱歌，我好像不是在唱歌给你们听而已。就是我整个就是跟这个就是大自然是在一起，我就是他的一部分，他们也是我的一部分，我们就是在一起。我的声音是跟他们一样，就是跟这个大自然是一样，他们感觉很好，很感动，我自己都很感动。因为也没有灯光，也没有舞台，也没有大的那个 LED 这样子，然后我身后就是土地、稻田、山这样子。我要怎么让这个泥土的香气这两个字跑到我的歌里面？我希望就像我们看的视觉、听觉、心理的感受会越来越美这样子。伍佰老师的那种在地的接地气的感觉，你看到每一个人的那种欢欣鼓舞，真的很有秋收庆祝的气氛，很契合这个 festival 的主题。
时尚的农村风景不一样了。谷仓火车站变身为艺术基地，农民一手拿锄头，一手参与艺文活动，让更多人看见乡居岁月的美好。那我们的火车站呢，其实除了绿建筑以外，其实它很重要，它还是提供了我们居民的一个艺术的一个作品陈列。来池上玩的旅客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号召我们的同好啊，来这边免费的啊，写这个字画送给外来旅客，把我们池上的文化气息推广到全省各地去。因为我要了解植物的生长，它的生态，然后我才能够画出它的一个植物的一个精髓啊，一个精华。它的那个不是说我画得很漂亮，而是说我画得很有它的那个生态的感觉。池上人像是饱满结穗的稻子，弯腰谦虚地跟土地学习，也吸收外来的艺术能量。在后山生根出接地气的美学生活。我并不觉得艺术离生活这么遥远，然后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艺术更接地气，也更亲近人，这是我觉得池上最特别的地方。